好，我是 Grace。我们知道近几年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了，据说在阿联酋就有60多所院校开设了汉语课程。今年的汉语桥大赛阿联酋赛区就收到了300多个参赛者的作品。我爱学中文，我喜欢什么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挑选了一些有趣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韩一法。我今年5岁，我是爱练手轮，我爱红色，我喜欢飞机，我喜欢熊猫，我喜欢汉语，我爱爱练手，我爱唱歌，有鹅。我是2009年，我4岁，我喜欢看书，我爱学中文，有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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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，你喜欢小猫和小狗，我喜欢乌龟和金鱼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韩丹，我是阿联酋人，我6岁。我是 Al Hikma 学校的学生，我爱中文，我喜欢熊猫，熊猫有黑色的圆形的眼睛，棒棒的，很可爱。今天我很高兴。我爱你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韩，我6岁，中央五点下，不住问你呀。爱情歌，我是猫。再见，我爱你。我爱我的祖国阿联酋，国旗有4种颜色。我们永远都爱你，我们永远都爱你。